不要这样。Happy New Year！ 哎呦 ，Musi， 新年快乐！最近怎样呢？今天我们有一个 mission， 就是要去机场见帅哥哥 Will， 然后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机场有什么各种事物吧。觉得激动变流泪，碰上了花木变陶醉，活着是为了像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变原罪，怕过于逼极变离去，活着未为我为谁。你去机场接人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去之前要查一查那个机有没有 delay， 那里其实很容易上网找，用那个 flight number 就可以直接找到，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这很重要，不然的话你跟原定的那个肯定会等很久。有些人觉得搭飞机肯定要两个小时，其实不一定的，两个小时基本上是代表那个 security check 跟那个 checking baggage。 如果你平常好像我这样可能四五天，好像我平常怎样，常常去45天，就是不带 checking baggage， 直接一个背包就直接去旅行，你就不需要两个小时，因为不需要排那个队去 checking， 拿了一个包包，知道 security， 没有很多人在 online free 那个 boarding pass 进去 scan， 然后根本不需要两个小时，我平常都是等一个小时半，我看情况的，因为我很熟 Glasgow Airport， 所以根本不需要两个小时，知道什么时候很多人，什么时候很小人，一个小时半。是我平常的 standard， 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直接 backpacker 上去，都是记得拿这些袋子，这可以装你自己 liquid 进去。Security check 的时候直接拿出来，但是我从来不装的，过。好坏，不要学我啊！这个可以说一说，在香港的话，免费有一个位置就可以知道它多重，至少在 Glasgow， 我记得在欧洲很多地方也没有这个服务，所以通常都要，好像这个。你要付一半，或者用卡。对，平常自己去旅行 ，Ed 跟 Will 都有一个小小自己量重的，所以就很容易称称就知道自己多重，不会超重，又不会给人家罚钱。如果没有的话，只有可以在那边付一半，超级不爽。我从来不付的，我还在想应该拍什么的时候查一查我的手机。OK，I'm out。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他了。哒哒哒哒哒。他还没有准备好，已经给我拍到了。他现在要准备，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他是 YouTuber 哎、欸，现在我是野生抓到 WeWalker， 然后他跑走哎、欸。对，我刚刚有一个人跟我问好，超拉拉的时候，搭了20几个小时飞机，跨年完之后声音就变这样。By the way， nice setup dude。啊，现在就跟你们说一说，为什么他说 nice setup， 还有我的影片没有那么晃的原因，就是他，旧镜头。Moose 说他不喜欢你了，嘿嘿。新镜头你说什么，我的心永远给了高地牛，而且不是你。好了，我们继续看了。所以 Moose 冬天很危险，所以冬天穿多一点衣服，虽然我现在很热，不要生病，好像他怎样我也有一点生病，不可以这样的。就好像英国我们常常搭廉价航空，它常常有一个很 restriction， 如果你带的 baggage 不够小，塞不进去那一个，就要你付钱。不要，很烂，很大的可能性那一个 baggage 的钱会比那个机票的钱更贵，所以这个真的要小心。但从来我也不管，不塞进去，是也不是，直接 check in， 没事吧，没事吧，应该没事的。如果你很怕很怕给人家抓的话，用那个塞进去肯定会比较好。哟，你以为这个是 B roll 吗？不是，是我忘记开麦。所以我们现在猜一猜 Moose 根本在说什么吧。我想弹琴，但是现在没有琴。什么种族歧视哦？只是卡不行。好了好了，卡不行就只好用现金吧。不会吧，连现金都没有？你这个我配到。借你的卡给我。最后还是要找人来才可以弄到。啊，我现在说一说为什么我要放这个，就是为了给你们看一看，英国这个听起来很先进的国家，也有不需要用票就可以付钱的 technology。还有，虽然英国没有八达通，又有口或者是一卡通，但是用银行卡是超级 common 的。可是没有想过卡不行，烂，这个很烂。
好了好了，我们一回家，今晚 WeWork 回来 ，Let's go to his place， 就有我们 Chef Eddie 煮东西哦，看一看，人生温馨就是这样。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煮卤肉饭，白饭没有熟哦。白饭博士啊，白饭博士。对啊，2018年第一个影片有什么跟 Moosey 讲？讲什么？Smash the subscribe button 来订阅我的，然后 unsubscribe Moose。对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Smash the subscribe button。哎 ，Moose， 你在干嘛？你在干什么？没有化妆哦。很有趣。不可惜。嗯。玩玩有关系。很有趣，不可惜。哎哎，你说的这句不可惜，那我这就代表什么 ？Permission。嗯。哎，来了。不要心，不要心。生病还是来打球。You only have one shot, one opportunity. Easy peasy， 就是那么简单。It's back to Patronum。好了 ，Moosey，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哦，发现我刚刚在改这个影片的时候，没有看高地牛，没有去买礼物，没有去 supermarket 那么有力。所以说嘛，真的不可以生病。上一年2017年，我只是病了一次，就是跟我香港来的朋友，他过来看我，很感动。我们去 wild camping， 他穿9件衣服，我穿3件，然后他生病，我没有生病，住了一起以后，我就直接生病了。所以今年2018的 quota 我已经用完，不可以再生病。如果生病的话，那么有力的 moose 就会变成 expect patronum。好了，先预告一下。这影片之后呢，大部分也会是我去旅行的影片，就是好像我们之前去了 Switzerland 还没发完的一些影片，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冬天来了，很欠打哟、这个样子。好了，穿多一点衣服了，不要冷到。生病的话不可以看我影片哦。没有了，没有了，真的不可以，不可以生病。别说不可以生病哦，看着你啊。好了，下一个影片见。过于迫局面。